180，四川经济日报，天府软件园获中国骨干软件园区第三名。2015年7月14日，1时06分，财经新闻零六包安华张平 ，http： 冒号双斜线 s c j j r b dot news s c dot org 斜线 h t m l 斜线2015下划线07斜线14斜线 content 下划线2221622 dot h t m。本次会议上重点分析了2014年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骨干企业竞争力状况，交流工作经验，讨论了如何更好地把握中国制造2025互联网加行动计划和量化深度融合带来的新机遇，积极应对应用和计算模式转型的新趋势、新问题，研究做好顶层设计，促进产业创新体系。